那你不是要去买牛奶？我是要去买牛奶。那你写的工商？鬼打墙事件。我是要去買。是北海道。啊，北海道。啊？啊？所以你不想买哎？哦，最后一道，快走。那你可以用蒜头替代洋葱啊。太嗨了吧？可以啊。之后有蒜头沙拉，蒜头咖喱，蒜头咖喱。